画家，咱们现在刚刚老师，对，就是刚才黄金听到有些老师或有些学长姐姐说，哎，我们是三十年还是40年没见面？大家一讲说，那当然我就觉得应该是10年没见面，应该没那么老。哦，大家看起来比较年轻健康。好，接着我们下半场的曲目，先从重量级的开始。哦，从我们的蔡展秀教授，那蔡老师他是1969年在台湾区就得到钢琴的少年组比赛冠军，然后在我们哲学系就读的时候就不断有演出，那后来有到美国的茱莉亚还有纽英格兰音乐学院深造，1982年返国，在东吴大学跟国立艺术学院任教，那常常受邀到国外还有国内的乐团演出。那今天蔡老师要帮我们带来两首曲子，第一首是舒曼的梦幻曲，然后第二首是肖邦的叙事曲，让我们一起欢迎蔡老师的演出，谢谢。